出来啊？哎，英国那个。哎，姜老师刚烧出来。啊，刚烧出来。还要打磨呀，真硬。他不打磨，打磨把那做到变形了。他那个就是抢球，就只有那么一件。哦，你再做第二件的时候嘛，我标准了，找不到，找不到第二件。那个是你。眼睛闭点啊！来一个。你还得刷到墙壁刮起来。做这个艺术摊的话，一般能够，就是说你一次性成功的，像我们来做这个艺术摊的话，起码都要练半天嘛，起码哦，起码练半天。我说我做这个艺术摊，我起码都要练半天才能行。但是我以前做过的哟，因为兴趣非常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做，为了已经是练入了，非常到位嘛。就你，反正这些也是内行。嗯，反正这些都是内行比较多，现在就肯定我也问不到了。哎，做得起，肯定做得起。啊？喂。又干是接着干噻，我就等着就是。他看了嘛？他来看嘛？表演。晚上你做一个，我们先啊，我们搞起先。这儿吧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事情政府应该出力，把周边的话他们传过来，传过来赔偿去申请。那个是必须叫他干的。这个叫打磨啊，不应该。我修片，修片。可以给了噻，我可以给了，走了，他走了，走，可以给了。你几老子在这儿，谁没结婚？你看嘛。